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宁夏观潮史。近日电视剧老酒馆正式在广东卫视和北京卫视开播，该剧讲述了民国时期在大连好汉街上山东老酒馆的掌柜陈怀海和老酒馆中发生的故事。在最新剧情中，袁姗姗饰演的神秘角色登场，同时也引起了观众的热议。袁姗姗饰演的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末代皇后婉容。婉容去世于1946年6月20日，剧中的时间是1931年。大家都说袁姗姗一出来就跳戏，因为她的穿着打扮十分洋气，而且烫着一头卷发，让人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但其实真实的婉容还就是如此，不要以为皇后都是穿着宫装戴着旗头的，婉容就是个例外。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溥仪和婉容都离开了紫禁城，婉容随着溥仪去了天津。出宫后的婉容精神焕发，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皮鞋，还烫了头发，成为租界中的摩登女性。再加上溥仪有钱有地位，也支持婉容可以无所顾忌，做一般女人不敢做的事情。况且在老酒馆故事的时期里，婉容已经离宫很长时间了，早就该适应了外面的生活，成为一名摩登女性也不是一天半天了。好了，今天的宁小观潮史。